你这身体已经快要倒下去了，啊，先站，就是自己也要站，来，来看你，来，对，很好，非常好哈、哦。像我这个手我不放，我手会断掉，我手会断掉啊、哦。好，那我现在看这边的，啊、哦，好，来，女生比较重要。你已经抓到那个重点了，可是呢，你要让你的身全身的力量能够用出来，全身你不要说站这样，光是用这个手，要用嗯，啊，蹲下去，就是哎，这个就好多了，好不好？啊，那你再掐两下，这个你掐，啊，然后这很重要哦，啊，都抬起来，对。对啦，知道在这个地方哈，那你看看，嗯 ，OK， 啊哦，好，没有，没有，好。六，不要跟，拿高，拿高，压下去，好吧，好，好，可以。好，再次，再次。不要，尽量拿好，拿好，好，慢慢的，对，注意你的脚要动，要用脚不动，就影响到你的身体的这个整个运动的范围。在那个地方，正一点，好吧，再走，再走，先好，你们两个，对，你动开身体的那个肌肉过来，好，那边这样的，要放花力要出来，好的，身体，这种的，有结果。这个地方不一定都是定这样的一样，但是你自己要靠近你的这个手，两个把你的手跟你的身体联合成一个一体，然后用力，因为你肌肉太少了，力量很小，所以你比较用方法要对，好、哦、这样才能够直接比较这样，所以你这个一定要把你这个手。身体去靠近，就可以了，力量就大了，对。我刚才讲过了，对，你不要客气嘛，他用两手抓你，你就来，很好，来，好，现在给你，好，抓，好，两手。对，要用力哈、哦。好，很好哦，大家都是那个大学生嘛哈、哦，都是学生啊，很容易就了解抓到那个重点哈、哦。啊，我相信你们这一辈子都用不到，可是呢，假如万一用到的话，一定要用正确，好不好？要正确记住，尤其是掐脖子啊。哦那个动作你必须要很快处理啊，如果很快处理的话，可能就会有生命危险，哦，那就用最简单的，就是用杠杆的原理，这杠杆原理。还有我看有一些同学，他这个脚都不动，站在原地就这样，像怎么，像你的脚变成你的妨碍，这必须要身体，这要移动，这个脚移动。那个力量好大，假如抓你那个掐你的人那个手不放掉的话，手是不是要断掉？这个大拇指会断掉，哦，啊，这个是刚巧了哈。刚才那个潘先生他是要求我说都教两招哈，那我希望说
对你们有帮助，对你们那个尝试有帮助了，对，哦，最好永远都不需要用到。好，那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？没问题，那我们今天的实验课就到这里，好吧？其实，这心里，谢谢。